其实相差几岁的人在相貌上不会让人感觉有太大差异，但是在明清中我们却发现差异这个问题还真的存在。孙倩和杨幂两人今年都31岁，锦汐姑姑和打扮洋气青春的杨幂对比显得好吃亏。蒋雯丽和许晴都是60年代尾巴出生的，年近50的许晴是在逆生长吧，感觉还是很少女很青春。陈奕迅和钟汉良是同龄人，但是和钟汉良一比，陈奕迅要显得苍老许多，钟汉良果然是不老男神啊。陈乔恩和黄奕都是79年的，少女感十足的陈乔恩都38岁了，相比之下已为人母的黄奕沧桑了许多。徐冬冬比朴信惠大了2天，可能是因为服饰风格，徐冬冬看起来比朴信惠大很多。林志颖和郭德纲的年龄相差2岁不到，但是林志颖要比郭德纲年轻很多，连面部分析技术都这么酷。